我要先去隔壁祭典啊。你说对面那一边吗？应该是吧、嗯，看那个，看起来是蛮像的，不是，感觉不是哎、欸，不是，它是一个凸出来的一根，对，哦、不是纪念碑，它只是一颗很长的蛋。哇，不是，那我直接上去打了。好，好，上面还有河豚，哎、欸，还有东西吗？对，这五星的哦，五星的，刚刚不是也是吗？那也是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刚刚四星的、欸，那我们一起吧，从、哪边先？旁边小智的好像还我一个人打还行，小智的先敲一敲，然后先清一清吧。旁边小智我一个人打还打得动。全都五星、欸，九 K， 哇，是吧？全部都是五星的，哦，死来了！啊、我把上面的守卫打掉了。啥、啊？你一个人把他打掉了？守卫我一个人打掉了。哦，我再打第二只。哎、欸，繁星什么时候上来的？就当你挥下最后一刀的时候。补！哇，后面还有一只啊！哦呦，高！这怎么这么高？有瞬移啊！直接死翘翘！哎呦！哎，要死我！怎么了？哎呦！你快上来救我！啊、等一下，我掉下来了。对啊，那个弄一下就死了。害我躲那么久。啊！我来了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。我听到哦哦哦的声音。哎、欸，不死了。痛哦！很痛。那边一只，那边一只，那边一只。哪里？我看到了。嗨、欸！他怎么下去了？另外边，另外边，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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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。打我不会痛，他打我会痛啊。他打我是不会痛啊。这边吧。我刚刚被那个盗贼暴击三百六，哎，打不到。在哪边啊？我被他暴击一千五不见了。海上的吗？我去打海上的。海上的，我让他去打，我来。不是吧？他们是打三边的吧？哎、欸，有人爬上来打你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一个人进步吧。很像扳手的。哎、欸，两只，两只，两只，不是，过来，这只跟人家一样的武器。我上来了吗？还没。来了，来了。我来了，来了，在后面。灯笼鱼，我的妈！哎，这只才四星，还行，只血多了一点而已。喝水！你还喝水嘞？喝嘞！啊，我又死掉了！喝嘞！是，哎，树莓汁，树莓汁是谁的？你的，是在你身上。不是啊，是抓谁的？你怎么会听不懂呢？来，我打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哎呦，你这个雷射过分了，这个雷射过分，这个雷射过分了。火烈鸟。哇、哦！别别别！我在喝水。火烈鸟。我要死！我要死！我要死！火烈鸟现在还没有图案啊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有人快死了！佐伯林老师。我要死掉了！我被攻击了。走喽！有人又瞬移上去了，我先上去喊救命嘛！哦，好，这里每次会跳不好，然后掉下去。哎、欸，爬这个绳子是不会耗体力的。对啊。嗯，可能是这绳子通常会比较高，所以他就把它绳下来了吧。对。嗯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没打，我去打。哎、欸。啊。是啊。我要前往第三个了。这边这守卫只有一个人不行。
气啊。没关系，你在打哪里的？就是这第四边。哎，不会这边吧？看到个血量少少的。那应该是他有一个残血的。不是那个，不是这个。那这个残血是谁打的？也是我刚打的，那是第一次死掉之前。我跟铁门打到一半了吧？嗯。他是不是要打掉下面那一只，他才会开始扣血啊？好像是。感觉是。对，不让人家偷射啊。哎，这么血？有灰血吗？他还没死。没死掉。可以吗？杰瑞，你的血啊、哦！要补。不是啊，你的位置我就补不到，你拉出来一点好吗？有了。下去帮忙。他怎么血？他是在喝水还是怎样？是因为有人有多一个人摸他。哦。我在打他。嗯、死了。有了。好了。上面他能不能打吧？可以了。不行，哎、欸。这里 boss 跑哪去了？哎，你那边 boss 不见了吗？对啊，上面感应器上面还是在啊，可是，哎，你绕一绕，它掉水掉下下面找一找。咻，咻，再咻，跳，啊，嗯，哦，这个好高。爬上去吗？糟糕欸、哦、我上来了、让我喘一下，怎么了？这是法师哦。哇，我们去帮你啊！棒棒，我就直接不见了。棒棒，我们来了。元宝。哎咻！哦，走了，上去了。三毛四毛了。所以一定是带了黑猫。靠近那个三的那边打完了。是海子都打完了，海都打完了，一定是我带着猫的关系啦。对，他一直想把你推回家。小爬爬爬，恐怖哦，好紧张哦。这爬，然后等一下个镭射光再射过来。来了，啊！我晕了。他在哪里啊？是嘞，后面吧。没看到他。对，他已经看到他在哪里。啊！就在水里，水里，在哪里啊？哦，跳下去哦，没看到他，这里啊！哦，在底下，沉在水底下，沉在水底下。哎，这个位置超难打的哎，等下这个位置超难打的啦！怎么会卡在这边啊？不是普通难打，那是我的水波在呼吸耶。哇，你们的血！下我没氧气，我没氧气。一下。啊，靠，我游戏卡了。他在射我在溜他。嗯。我卡住了。是啊，这个位置我超难打他，我没办法。我一下就没氧气了。再射他。9700。我只能看你们打，因为下面我放一招我就没氧气了。我在顾我们的虫宝宝。靠着虫宝宝打赢了。哇，差点死光哎、欸！苍蝇快把我带上去。坐船很是一个好上来的方法。那是苍蝇，又飞了。他在旁边绕来绕去，啊，剩中间了，中间 boss，、中间 boss， 那、还要找水果篮呢，把苍蝇。然后摸过他是不是？
摸过他。欸，上去掉是都打掉了，打掉了，四个都打掉了。我四个都有参与到。对啊，我有参与到。欸，那怎么中间要摸直接打他，要上去摸他吗？上去吗？因为刚刚也是隐约走上去之后就开怪了。要检查，我在检查了，应该都有。我打了两个了，然后我等下看另外一个。没反应呢，没反应呢。你，欸，欸，我也在检查了。还是要按着啊！每个人都要检查吗？刚刚只有我一个人检查，他就出来了，不是吗？我刚刚检查到一次，欸，没有办法按。等我啊，有那个压压我一次吗？下面的这个要打死是不是？杰瑞，你已经在里面啦，啊。我看到你在里面呢，欸。没有啊，我断线嘞。我看你是受邀请的状态啊。你看一下我们在不在啊？不在啊。啊，我重邀，我重邀。看地图，好了，也，欸，出现了。我重邀。有了。你是说下面的怪要清光吗？不是吧？不是，刚刚没有清光，刚刚没有清光。嗯？刚刚还打到一半啊，那个就突然跑出来了。第五猫，又猫回去了。下面的怪好痛苦吧？还是直接打打看也不行。你不行啊。还是跟啊，反进。嘿。我们刚过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有几只守卫掉下去了？对啊，会不会是那几只守卫的关系，啊？金色的吗？把金星都要打掉，是不是？可是金星不是超多只的吗？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，有几只啊？我刚刚被打死，因为我们上来的时候，金色有一只摔死，然后其实上面应该会有三只，有一只有名字的在底下，我被打死了。啊，你在哪里？他是弓箭手，在平台底下。哦，你可以回去点灯吗？点灯，啊，被射了。点灯会全部重置哦。啊，对哦，不要。啊，是吗？不是。哦，这只看起来就是底下有一只有，不是菜菜的，找一下。底下有一只有名字的弓箭手。兔子怎么卡在这种地方啊？嗯，名字哦，嗯，那可能 F 可以点灯，可是点灯就那个了，不是 F 没有，个人周围照亮一点哦，不一样，不是下面这只吧，嗯？他卡在三平台底下，对，他叫三米啊，打他，三米下去，我来打得很痛哦，很痛哦，头痛的哦，我被打两三下就死了，嗯。哇，痛，真的超痛！啊，好痛哦！我要先喝水。三米，那怕要听啊！真的。素梅子。哪有？甜瓜冰淇淋，应该快死了吧？他剩五千，四千，死了，长剑，谁的？凶甲，欸，有一只那史莱姆，嗯，长剑是到底呢？干三小，爬上去。好黑啊！下一个，可以了吗？我摸看看啊！哦，有了，可以打了。开射！我刚才没，他没有，不会是怪物吧？是还没到，不知道打掉吧？这个打掉，刚刚是打到一半的时候就是打到一半才跑出来了，啊。哦，妈，嗯，刚刚是打到一半的样子，因为我记得我是碰两下之后他就跳出来，跟这个魔法泵合体了。可是我们要打到完嘞，欸，那完了，摧毁了那个完美金戒指加，还有加的加，哦，啊，又是个又是狗。
胸甲勉强可以穿。好，这样子我们还会扣血、扣魔吗？还是会扣啊？他应该是从魔这个城镇从魔法风解救出来。对啊，他只是说解救出来、哦，他只是说对，只是说会扣比较少吧，直接可能扣很凶。没有啦，他的意思就是要、哦、这算主线任务啦。主线任务就是让这个区域的城镇的居民从魔法中解救出来了，就这样子、哦，对吧、啊？对吧、啊？好了，那就差不多啦。嗯，都写了，这区域也差不多攻略完了。嗯，对啊，我这去拿了两个神器嘛。嗯，那其实差不多一个地区两个差不多，一个啦，一个，还一个，对，还一个应该没有吧？嗯，要找，不知道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吧。好，我们还要去吗？我发现第三个村庄了。哇，还有第三个村庄？对，在海岛，一样是海岛。我放大看到那边一堆房子。不会是这个吧？感谢珍惜。你说很像石碑绕圈绕一圈的那个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躺床喽。好，好。我们这会不会出怪、啊？底下才会吧，这、欸、不会吧？诶、欸，不好说。好、啊，不好说。哦、欸，恢复了。检查，检查，没事没事。有，下面出怪了。哇、啊，出怪了吗？该走，该走，该飞走，该飞走。我先走一步喽。村着点，村着点。村点，村点，村点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走。就好啦，休息啦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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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从喜欢吃金沙啦，拜拜，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这个游戏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反正就是前期是玩到后面就是先跟 NPC 互动，找到你要的道具，位置猫咪，哎、欸，刚好你陪我关台过来，猫咪你要吃这个。你要吃？好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这游戏就这样子啊，跟 NPC 互动，然后找到你要的东西，然后打怪，然后就是拿谷物。啊，谷物的话就是微微增加你的一些属性，比如说什么爬山的属性，爬山的属性会比较低，就是你耗的耐力会比较少一点点，但是就是不会说到很多，除非你有非常非常多谷物。好啦，感谢升喜，感谢今天大家，感谢，拜拜。指定上架100，没有这300块。好啦，拜拜喽。